就是我看到好多人在讨论这个，韩国瑜主导的台湾的国庆的审美哈，中华民国台湾国庆的审美啊，对这个就变成这样子哈，就是钻火圈这样的表演哈，那蛮多台湾朋友觉得说，哎呀，蛮难接受的哈。通常台湾朋友会把国民党主办的这些典礼的审美称为华国审美啊，华就指的是中华民国嘛，华国审美。给你们看一看中国审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美哈，它长这个样子的，就是安慰一下你们嘛，就让你们知道世界上最丑的还不是华国审美，其实是中国审美哈。啊，看到哈，就是这个搭配哈，这个搭配我就不仔细说了啊，反正就是很眼瞎哈。这个是在美国的费城的中国裔的民众上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。那对，这是在美国哈，在美国的土地上，这些中国粉红那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。啊的这个中国审美啊，在纽约的这个号称是亚裔妇女会啊，其实说什么亚裔妇女会啊，就是应该是中国裔妇女会吧，也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啊。当然，很多朋友说这帮人都是中国在美国的间谍哈，那所以要快去处理他们。那美国现在是在抓在美国的中国间谍，但还没有抓到那么小咖，好不好啊？就目前还在处理这些头目人物啊，譬如说那个孙文。孙文，您今天会认罪吗？请问您现在人怎么样？荧幕中的这位女士孙文啊，她呢就是目前在美国的政府内部吧发现的最高阶的个中国间谍，很重要的一个案子。她是5岁就到了美国，年纪很小就到了美国。她被如何收买的啊？这个媒体报的很多啊，其中就有一个是说这个中国大使馆专门做的盐水鸭啊，送给孙文的父母啊，讨好孙文，所以。有中国的异议人士就跑去送盐水鸭了啊！你咋送盐水鸭？你送盐水鸭来了？你咋送盐水鸭？目前美国还在处理这些大咖哈，就是美国政府内部高层的中国间谍，这种在大街上跳跳舞啊，这个跳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，目前还没有上名单哈。然后说一个消息，就是美国官员啊最近透露的，说中国有一艘最新的核动力攻击潜舰于今年5月末或6月初沉没。这一事件是发生在武汉附近的一家造船厂，中国极力掩盖此前从未披露过。之前有过小道消息说中国有一个核动力潜舰在海里沉了，后来被拖走啊。如果那个事情是真的话，那这就是不止一辆不止一艘中国的核动力潜艇沉，就是自己就沉了哈。中国的核潜舰目前的技术，肯定是，要么就是技术不够成熟，那我个人认为更大的可能就是偷工减料呀，朋友们贪腐横行，偷工减料呀不知道这个潜艇。里面被偷工减料成啥样？然后结果呢，就是还没开出去哈，就是在这个造船厂里面就沉了沉了，就不知道这跟这个中国这个军队里边的这种什么肃贪啊，它这个大地震有没有关联了习近平肯定是很生气嘛，就是花了巨资造的这个核潜舰门儿都没出，在自家船坞里面就沉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。
个原因啊，习近平在整肃军队啊，但是当然这都没什么意义哈、啊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越来越集中的情况啊，它腐败只有越来越严重，它不可能啊变好。给大家最后看一段影片，很可爱哈，这个是在美国纽约世贸大楼，应该是有台湾人过去买票的时候吧，那证实在啊美国纽约世贸大楼啊，他是把台湾与中国作为两个不同的国家啊来对待的哈，而且很大方的摆出了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哈。搞台独，然后呢？然后，这个搞台独，然后呢？哦，你知道就是就是蛮好笑的，就是你们听到最开始那个男生说什么了吗？他应该是在说搞台独，然后嘞，他那个口音明显是台湾人吧？是八囧吗？哦，所以是八囧啊，台湾人啊，跑去说搞台独，然后嘞。其实我觉得真的，如果中国和中国人不要这么咄咄逼人的话，就是本来大家不会，就是本来大家不会去，就是其实好多人以为说台湾人就很就是很执着于搞台独，好吧，就是其实根本不是。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台湾的历史，就会知道真正在台湾坚定搞台独的人真的很少，一开始很少。就是台湾的主流其实是好好过日子派，真的真的，你去仔细看台湾历史的话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后来其实真的是中国的小粉红，中国人，当然还有习近平功不可没了啊，就是这个什么，还有中国那堆战狼外交官，什么谁理你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其实是那些人。所以说以至于就台湾人，以至于台湾人自己就在就这样说搞台独。对，其实台湾人真的没有，台湾人以前是没有的。台湾人，如果你说台湾人真的在搞台独的话，真的是被中国逼出来的，以前台湾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。岁月静好派，对，台湾人是岁月静好认真赚钱派。就台湾人啊，不是完全的岁月静好派，不是。你们去台湾逛哈，就是你们现在如果有这个海外国籍的中国人的话啊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台湾旅游的嘛，就是海外的这些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国籍的中国人，你们现在去台湾逛，你相信我，就是你会发现台湾人整体而言是岁月静好认真赚钱派。对，然后他跟岁月静好派还是略有不同。台湾人特别认真赚钱，岁月静好认真赚钱派，就是台湾人真的没有那么政治狂热，然后台湾人真的也没有那么 care 台不台独这个事情，就除了少部分非常坚定的，就是非常令我敬佩的台湾本土的前辈，还有就是台湾新一代的这个本土派，其实那个人真的蛮少，可能在台湾很少很少，我觉得不会超过两成，很少，剩下都是岁月静好让我认真赚钱派。对，然后都是被粉红逼的啊，都是被粉红逼的，然后已经到了说要到世贸大楼里面去验证台独去了啊。对，这个粉红和习近平啊功不可没啊，战狼粉红习近平都功不可没。